北京戏感十足，全是黑道大哥浑然天成。来，兄弟，准备起来，这间店啊，干不烂啦，用心干哦。谁冲啥？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有一个那个最佳演技奖，我觉得就是黄凯欣。如果他是有餐厅秀的话，你一定是里面的红牌。嗯，你太好笑了。